了耶，到了到了到了。我们今天来到诚品信义店，马上进行这一次理想文具展的三分钟展场速报。更详细的展场巡礼，还有我们购买什么样的有趣战利品开箱，您期待下个星期的完整影片。如果任何分享和问题的话，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